真着急啊。这真的是狼来了听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百草园会真的关。我昨天听到的时候人傻了，我昨天跟他们在朋友家吃火锅唱的歌。不是，你之前应该也看到百草园关断电的时候，你也来过吧？我来过，我以为你会重新找地方。那第一个月就开始说我的店开不下去了，我要把它关掉。我每一次到他的店里面来，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五年、第七年，他都是这样说。刚来了，来多了就不怕了。对，我就觉得不会关店的，每年都这样说。谁想到呢？百草园这十几年太曲折了，我不想以后还这么曲折了。因为我书店断电这一年多的话，书店基本上也没怎么。也没怎么做生意了，你没什么钱了，这个钱是借的，找朋友借的。哦，你这一年都没有考虑去用别的方面？我去找门面了。嗯。然后跟一些我想去的，他们都提的太高，比如梨黄皮路那个都去混了。嗯。梨黄皮路正路上，我都去混了，这租金太贵了，我觉得很难接受。我在百草园外面都没有攒到钱，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因为我当时在这里装修的时候，整个店我装修花了20多万，没赚回来，没有赚回来，因为我只有2年的时间呢，所以冒失了。哪些拿回去啊？笑傲江湖有，但是没有单卖的。那不错。就是那个金鹰的一整箱。那就不单。对，估计是这样。对，那都是一套里面的，你把它拿走了，对于其他人要买的人来说，不就不公平了吗？然后那本上野千鹤子的我没有找到。我去找一下。等我一下。好，谢谢。这个里面是没有，好像是没有，是在那屋放的。哦，你说在这边是吗？对，在这个屋里面放的，但是我门没开，你能不能再等几天过来？等个2天吧。啊，可以啊。好。我们是相当于小孩，就村里要办在村里面有个图书馆，我们要就是在哪个位置呢？沈荣家，而且我们还要保留就是原来的，就是整个。图书那种文化要高质量的，而且我们的房子都建好了。谁出钱呢？自己出。出什么呢？就在村里面搞文化嘛。理想主义的坚守。理想主义坚守。我都已经快守不动了。你这个书店还会以后开吗？我不开了。就准备就直接都放下。对，不放弃，因为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找不到合适的铺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书店确实越来越难开了，很难。啊，坚守一样的。你们最想要什么类型的书？我去帮你们配，我不赚你们的钱，我帮你们搞定。我去跟出版社或者是跟中盘商，我去看能不能帮你搞定这个事情。就是你这儿有的，我这儿有的都在这儿了，还有那个仓库，就这两个地方。啊，我没有了，因为我是书店不开了，我不可能再去进新书呀。啊，疫情结束以后，我是想开新店。而且我准备买一架钢琴，我钢琴都已经垫好了。嗯。然后我把跟音乐有关的所有的书全买了。全买了。那你就把音乐书现在都给我们。然后门面没找到，钢琴没买，这些书我也是相当于是忍痛拿走了。没事，你以后知道以后到来弹钢琴，我们有钢琴。我先搬这还好多，还有几百本。哇，你买这么多干嘛？办图书馆。在村里面办图书馆，自己买回去办图书馆的。对。全部是书的，几百本的。他办图书馆，回个城里办图书馆的。我说，不是哈子里卖那单身的不便宜吗？不知道啊，
他可能买的也多了，就是我熟的只能这样。想买这本书，那我刚忘了。我等一下，你刚刚看的那本，你刚刚看的那本绝对是哪一本？宝典是吧？是个蓝色的，是个天蓝色。不是，那本是7740，他肯定把肖邦全。奥斯曼帝国。他肯定把肖邦。哎，肖邦全集。啊，有肖邦全集，他把肖邦全集弄走。哎呀，我气死了。斯克里亚宾。我只找到了最后的贝多芬全集。等一下，莫扎特。好气啊。柴可夫斯基。我再找两个小时，找两个小时来，找两个小时来。钢琴城堡。那你们怎么知道这里面有琴谱呢？因为朋友那个朋友说的，朋友跟我说这个书店的事情，然后我就翻了一下，我看见下面说有卖琴谱的，我就冲过来。啊，就是看名字去了。你看那个推文里面是吧？对。嗯，好多都卖完了。对。把地上的书往书架上面放，不用看什么出版社的，就放上就可以。谢谢。这个书店办得挺好的，这都是你们小伙伴吗？是我女朋友。哦，做男朋友，做男朋友，男朋友啊，做我小孩。这个房东让你截止到什么时候说的呢？就这个星期。就都要搬空。最好是这个星期能搬。都搬空啊？就全部卖不完，到时候你打包要带走。你看他们都已经走了。哦。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屌丝吗？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坚持你的情怀。就是屌丝，活屌丝。坚持你的梦想。活成这个鬼样了，活成这个鬼样了，情怀呀、啊哎。瞎说。那些什么匠心啊，我觉得东西都是扯淡的。不，这个是最宝贵的。干啥的呀？灯呢？这个是我带的设备，因为昨天太暗了。这都是有生活经验的人。对，我昨天晚上一边整一边在京东下单，然后今天就到了。这很正常，很正常。网络的东西，这毕竟现在已经是到了网络时代了，你传统的东西在流失。
个人或者是小部分的群体，他没办法是阻挡这个趋势的。就觉得希望来的太晚了，希望还能再见到。关键是晚，没事，我问你了。希望还能再见到。青春结束了，青春结束了。你是今天才知道这边要，就是最近才知道的是吗？是啊，我们刚知道，刚马上就赶过来了。我很看重就是老板他选书的风格，然后如果作为读者跟书店老板他的风格相贴切的话，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我想要的书，因为我对人文社科很感兴趣，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要支持这样一种实体书店，这是我们作为读者能够做的一点贡献嘛。一本书的话有很多版本嘛，你有时候不清楚书店里，新华书店包括当当上也有很多版本书是吧，那你不清楚哪个版本是最好的对吧，然后特别是一些古籍啊，还有一些外国的名著啊，然后他都会告诉你哪个版本好啊，你就打八折，就打八折，就打八折，一个按五折，要不你买个本子好不好？好，谢谢啊，没事。我只觉得头发白了，但是思想很年轻。他一直都很年轻，状态非常好。他给我画了幅画，我现在还在上面贴着。哦，就在那里面放的。买书买了100块钱以上的，每个人送一张，免费送一张漫画肖像。这每个人都是100块钱一张。那就画，那就买。岳阳君山的。君山。是君山岛。哎，夹子在那。那地方我也带过来。味道江南仙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哇哦，谢谢老师。好，下一位，哎，愿意画就画。上台画画画。很遗憾，这个没有。你这里没有什么宗教的书籍吧？有没有宗教涉宗教的书？我们今天没有啊，没有。能现在我们书店现在在闭店，就马上不干了。为什么呢？就在倒闭清仓。为什么呢？他装备书不租给我们了，让我们赶紧走。赶紧走，准备换哪呢？换我不搞了，不搞了。这么有名的网红打卡地，不搞了，搞不下去了，也确实搞不了，搞不下去。你的证下一步你还不用了，证还是在注销。对，是的，我把弄完之后就去注销。哦，就不再去经营这个了。我去做出版去了。啊？不再。那你搞印刷出版？做出版是吧？那出版证有点难办的。出版证不是出版证，我做策划，我又不开出版社。哦。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人才，人才把书店开倒闭。嗯，这个只是盈利模式的一种嘛，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嘛。以后入口不在这里了，在这边了。这两个都有。哦，我知道了，你找我什么事你就直接说。我们是想就是很诚意的想聘请您去当我们的那个图书选购顾问。我可以把我的态度告诉你，我可以帮你们，而且还不收费。我们肯定是要。我不收费，就是我可以，不好意思，我可以前期的去帮你们，比如说。你们开什么策划会的时候，你们可以叫我过去，我给你们提意见。我们至于你们采不采纳，这些都不重要。嗯，可以。我现在是把态度，我们也放文。我现在是把态度放在这里。
我是真的希望武汉书店越好，因为北京有好的书店，南京有好的书店，广州也有好的书店，还有上海，就武汉到目前来说还没有人一个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拿得出手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个引起巨大好热评的或者是好评的这样的一个大型书店、我觉得武汉现在缺。很多大型书店他们在经营上可能已经把书作为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商品在售卖了，可能比如说它有大量的文创产品或者是大量的咖啡饮品，而大多数的独立书店小书店的话，图书的选品的质量是他们书店在社会口碑上的第一要素。就是这老王的选书这个眼光还真的是很不错的，就特别特别对这种人文社科读者的这个口味。今年武汉这些书店倒了不少。对，我之前我就是那天来之后跟我朋友说，这是武汉后疫情时代倒的第四家还是第五家书店。我心目中前五个书店倒四个，我去。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家的，就是这种小众独立书店，我全都要，我还是全都要，只要能淘到我喜欢的书就是好书店。就你能写华中师范大学百草园，然后写你的签名。我不能写武汉百草园吗？可以可以哈。我写的是武汉百草园。啊，我是想做个纪念。我们书店是武汉的一部分，当然。好，谢谢。没毕业吗？今年毕业。今年毕业啊？嗯。能找到吗？你说他那个20多万块钱，他如果说买成房，买成首付，他现在是这样的过日子吗？就你不能用正常的那个，就是按时的娶妻生子那个东西的。如果你要是这样搞的话，那你就开不了书店了，你就开不了书店了。本来是今天走的，然后我昨天半夜里看到。河南读书，那你这点今天来武汉玩啊？没有，我们是武汉人，但是就是一直他在河南，我们在村里读书。在河南哪个地方？现在是在洛阳的附近。哦，我也是河南的。你哪里的？我是信阳的。我每次就武汉过去第一站就是信阳。对。那您是什么读书到这边来还是吗？对。毕业了就在这边开书店。对。这地方将来是要拆迁掉吗？不是，他这个好像是要重新对外出租，只是不租给我们了。哎，您是老王的亲弟弟啊？啊。哦。怎么了？我从您这儿能看到，就是说您对于这个书店还是很有感情的。你这问的都是一些我都不想回答的问题，你不是问的废话吗？对不对？不是。你干一个事业，你干你的工作，你没有感情吗？是啊，因为刚才我看你说好像情绪很激动啊。没有情绪很激动，因为首先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知道吧？就是你是央视也好，你是 BBC 也好，其实我不 care， 懂吗？他是个录音，并不是说多在意你们来采访。对啊。走。嗯。你们根本就没有对这个地方做任何的功课，你们就来拍什么了？来道歉。你是录音。还有你说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我们主动关闭，这是主动关闭的事情吗？我每天都要跟别人讲这个书店为什么要倒闭，难道这个书店倒闭还存在着巨大的阴谋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书店，你说它存在的压力有多大？我们也是读这个书店关门，网上本来已经到处都是阴谋论了，说这个书店怎么大家都开得好好的，这个突然怎么就关闭了？这个你看这左右两边的门面都已经不在了，对不对？这里面没有店，
还在问我这个书店为什么关闭。对，不然大家感觉都是在消费他的，是不是？你所有的媒体来采访他是来要帮助他，帮助这个书店存活下去。你还问我这个书店关闭了有什么心情？这个书店有什么心情？我很开心吗？我已经憋了好几天了，我就是老王。我跟你说，我没有哥哥，我也没有弟弟。我可以向你那个同事道歉。啊，不，他向你道歉，你可以向他道歉。我觉得他心情上当时都。我看眼睛不是我的书店。你问我，书店倒闭了，我有什么解什么什么感觉？我明显的感觉就是解脱了。我只能说我是解脱了。这个地方被断电了一年多，我在这个没有电的情况下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了。现在这个单位给我们下达了最后的腾退要求，让我们赶紧走。我们在这里只会影响到下一轮的招租，就这么简单。从疫情结束之后吧，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基本上去年都有书店在倒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很难受。有很多书店也是开了十几年的，你像光谷书城。开了四五六年，然后文华也是开了十年，这样的老书店倒闭了，你说在一个城市里面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西安，对对对，我是来武汉旅行，然后听说了这个百草园书店这个事，然后我就过来了。你是怎么听说这里的呢？因为我很喜欢书店，然后也很喜欢逛这种就是在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很有艺术感的这种书店。然后我听说这个书店就是快要这个月底快要关门了，然后我今天就特地赶过来，就还是有一点惋惜和可惜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感动的。我今天过来看到很多人拿着手电筒在里面摸黑找书，而且没有人说话，然后里面只有几只流浪猫，还有那种昏暗的光线，看着让人有一点点唏嘘。我开的书店呢，从来没有超过100个平方的。我的书店是没有超过100个平方的。然后呢，选书呢，我或许有一套我自己的，就是选书我或许有一套自己的选书逻辑。但是呢，我并没有操盘过大型的书店项目。你们如果说想让我给你们提供一些选书上面的参考，我可以，而且不要钱，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光谷确实是该有一家书店。而且武汉也该有一家拿得出手的书店。我是这么觉得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这个书店花了那么多钱去装修，然后去招商、去引资、去什么，如果说开到最后开的跟其他的大型书城没有什么两样的话，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开了。是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确实是。我就先把话我的态度就说这里。如果说你们的书店开出去到最后跟马路边上的那些其他的资本型的书店开出去没什么两样的话，我就建议不要开了。为什么他们需要一波一波人来呢？我觉得吧，他可能多来几次他觉得更有诚意的，我是觉得。如果说他们有诚意想开一家真正的有质量的书店的话，如果他们也觉得我在选书上面能够给他们提点意见的话，我可以做。本来都是为读者考虑的事情，为读者好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存在什么收不收费的问题。
第一天开店的日子还记得吗？第一天开店的日子，2010年3月22号。3月22。嗯。今天是个悲伤的日子，啊，今天百草园差不多了，百草园倒闭也是个悲伤的日子。很容易搞湿，你要是书涉水了，你收到书是湿的多可惜啊！这我来。老板，你未来怎么办呢？我未来怎么办？对呀、啊。你怕我饿死啊？对呀、啊。我开书店都没饿死，那我不开书店岂不是更不会饿死？那就少了一行业，不在乎。那你辛苦点。冬天呢，我松一下。嗯，博物馆的，我买了几本画册类型的。啊、哦，这个挺好。哎，去不了这些地方，就在家里逛。三本书都好。NNBBBCCCC。这里坐的林子家，那才搞笑呢。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他要闭店了嘛。但是不要紧，江湖再见。这个书店虽然有开有关是吧，但是总在这个圈子的人总会相遇的。你说书，这些书有些书是真的是费了老大的劲搞回来的，挑回来的，选回来的，你这么便宜卖出去，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但总的来说，如果说这些书能够被喜欢它的人给拿回去，而不是因为它便宜才拿回去，我就会比较欣慰。你看，能看出来吗？看出来。这瀑布吧，我基本上当时。这是我书店，你说你能想象出来书店以前是这样子的吗？你想象一下。这木柜子它打好了。这是建小门上面那个台阶。就这样慢慢的。大家的心血。这是建这个桥，看到没有？欢迎，可能网络里有消息，先生说是这个徐连发来的，哎，心里有所不忍，哎，都是喜欢读书的人，喜欢看书的人，所以我来给他们一点支持，给那些读者们，给他一点点温暖，离别的温暖，就这样子，也是自己的心情吧。我们没有读那么书。只靠平时看书来充实知识，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所以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感到很沉痛，跟我无关。我看到一个我的实体书店垮掉了，是吧？不是说我没得地方去，是看书的人是越来越少，看书的地方越来越少，悲哀。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悲哀。我的意思，待会儿报案被别人拿走了怎么办呢？我在这看着。你说我们在这里投资这么多钱，是吧？每一家自己还投资，这个外面的公司也还投资。我们是未来两个年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有病呢？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又不是在大街上，是吧？别人自然人比较多，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要做氛围做起来才可能有人来。所以说别人来武汉不是来看你的606，别人是来看你的。
烟火气，你的这个市井文化，你的这个城市的市民该怎么生活，这才是价值。难道我们这个不是社会所弘扬的吗？文化兴古，这个创意兴古。但是为什么像我们姚马它就成这个局呢？这种也是一直也无法能够得到答案。赶紧要把它卖掉，我都说了，我就希望有人抄底来买，我连这样的话都讲出来了。你说抄底是什么意思？全买包圆，动物是存在。是说我们的关系可能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就是我可以去，但是我们不参与到你们的任何的经营，也不是你们什么员工，这些东西就不是。还有就是你们这个店的员工的问题。嗯，你必须要想好你的员工是怎么构成的，就是重要的岗位一定要是要是有专业的人去做，而不是说一个外行人在那里指指点点，你这个做不长做不久。我跟你说的不是钱的问题，我知道，我到现在都没有跟你提钱的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在意钱呢？都是你老跟我说让我去你那里，去那里就是我去那里干什么，我现在不知道呀。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跟我们 你觉得哪种合适方式，你愿意的方式都可以。你们第一步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图书采购团队出来，但是前期你跟出版社建立关系，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们做呀。这个我们对不对？基础工作我们，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工作，这是涉及到买卖问题的，我们不能够参与进去。给你家20家出版社，你们自己去联系这20家出版社，必须要联系到位。那我可以啊，你联系到位之后，下面的事情就可以做了。对，我们现在就需要您这边把这个给我们画几个框框什么的，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就包括没有给我们一个书单，我们都不知道选哪本书。张文丽这个植物我也不想卖啊，好多人喜欢这个东西，我卖了之后那真的百草园连魂都没有了。人就是魂。如此的想你念你，以致一不留神间心就先我一步飞了出去，我追着他，他奔着你，最后他竟躲进你身体。好好保重保重。掌柜，走了。哎，好，拜拜。然后这学生也毕业了，老读者也毕业了，然后也快学期末也快到了，可以了。终于赢马了，赢马，大家都赢了，大家都赢了。好了，大家都结束了。有谁抄底吗？抄底的人已经来了。你开什么车来的？世锦杯面包车。你自己的车？公司。啊，快买哈！我现在有一个朋友要把剩下的书全买走。哦。还要等着结算。我们要买的话，看赶紧。怎么样？哎、这些书品味都还喜欢吗？能接受吗？蛮好啊，我觉得像开盲盒的感觉，就是蛮多内容还是蛮值得一看的。对呀、啊，丰富，内容很丰富。怎么都给我就完了，怎么不喝？我要你。你不要让我有心理压力。我没有压力啊。我有压力。没有压力的。你资金上没有压力，但我心理上有压力。不是，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有价值啊。嗯。我自己拿回去一个人看。一摞的算，这一摞书是多少钱？写上。这一摞是多少钱？写上。这一摞是多少钱？写上，到时候一加就可以了。嗯。这可能要好几万的，你做好准备了吗？没事。好。
歇会儿。没事，还好。有一个想法，自己想开个二手书店，就是把书可以重复再利用起来，然后再打造自己心里面小小的梦想吧。武汉这么大一个城市，一些喜欢看书的人有一个自己的社交圈子，有个空间，甚至像老王之前说的，有一家钢琴在这里，晚上可以演奏一下，也是会给这个城市，就平常感觉冰冰冷冷的城市提供更多的温度吧。现在算准数字啊，数字很大的，四八零多少？多少的？就七五的。对。嗯，可以不？还好啊。能接受吗？没问题。能接受就好。来，我把剩下的扫盲的全部都给你。你帮我解决了一个我的，我们应该拥抱一下。我觉得你能抬起头来继续啊，行不行？试一下才知道行不行。好，我压力好大，其实说实话。为什么？你不觉得一个朋友他非常信任你，把你所有的书都买走，你不觉得这就是别人对你毫无保留的信任，其实是一种压力吗？你不觉得吗？很多时候。你不觉得亮灯的时候很漂亮吗？没错。你不觉得这很好吗？这个地方。说。哎，不要那么搞那么伤感，结束了就结束了。我觉得就是你会更加深刻的去，因为你已经充分的去融入到这个社会的工作里面去了，社会生活里面，所以这十一年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个人成长很重要的十一年。十一年的经营里，这种十一年的调研里，你对于市场的把握可能是还是比较精准的。然后因为你不断的接触书，
那么对于书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也是一直在把握。那我觉得去做出版去做书，是也是我在11年之后，我觉得不做书店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一步的工作。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世上的人呀追呀追，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何时放下线一线，能不能忍着几小夜几宵，染容家财万贯，翻个太阳不下山。